放下，放下！好，他还是给我打倒了。三个一滴，还有一个小队。别的他没有，苍蝇不是苍蝇，不是大一。我也没赢，天啊，不好看，别急，我打一波 pick。 来走，等等，脚下出门右手，还有个右手，别说，好像，没了，就这。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就三个吧，你们。我，你兄弟，你兄弟赢我吗？我给你嘎了，不赢，妹子，你妹子，妹子吗？ 对，不是，那你们几个人？别补他，先别补他。哎，懒得说话，懒得说话，没事。你们几个人？哎，他切视角了。要不给你们那边踢一个，或者让妹妹上，妹妹上我们去，问他一下。我来。嘿，我感觉有个老六啊，我操！我应该不，就是。 C8，今天不开船了。对，要罚款。哎，我们也被搬了。<笑>我们又被搬回去了。右边，广告楼右边。你牛马呀！你这是这栋楼，楼顶倒的。看到。哎，我的16岁就16岁，不好意思。 高大40英寸的，给我烟。你个双胞雷，别急。在左边，在左边房间里面。往下楼下。哎，操！ 全死！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有个狼啊？我也想知道。哎西吧！我们俩都要杀疯了，我们俩。全是老六。这什么意思啊？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啊，你是真的傻逼！你这七个人。